欣的谁，成龙的我是谁，黄小虎的忘了我是谁，蔡琳的你是谁，许志安的忘了你是谁，还有黄立行的我是你的谁。哎，徐浩，你选哪句歌是要吃老北京说？哎，我的好，我的好啊！孙燕姿的害怕，王力宏的不要害怕，潘玮柏的我不怕，郑伊健的怕什么，什么也不怕。真的是人多胆子大呀！哎，你们太 local 了，一点也不 international， 你们太 close 了，要 open 一点。Shut up！ 像我选的歌 ，Please Bold 的 Sleeping with the Ghosts， 啥意思？鬼压床呢？还有 Coldplay 乐队的 A Rush of Blood to Head， 脑溢血。还有 Embrace 乐队的 It's None of Your Business。嘿嘿，这个我知道了，就是关你屁事是谁？你们都别笑我，你把你选的歌说出来听听。我不说，你一定会嫌我选的歌土。我也嫌。Me too。哎，不如我们就叫 Me too 乐队吧。啊，多 international！ 你看看人家大名鼎鼎的 U2 乐队。U2。那不就是你啊的意思吗？我们那个有人才不玩嘞。好，哎，其实啊，现在最流行、影响力最大的就是苹果系列的产品了，什么 iPhone 啊、iPad 啊，不如我们也跟着叫 i 什么的吧。I'm angry. I'm sorry. I 哎呦。I don't know. I hate you. 现在啊，要确定这个乐队风格，我要一支民谣乐队，能够唱三十年前走过。毫无疑问。正值青春期的我们心中难免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怒火，所以我们需要组成一支重金属摇滚乐队。 Are you ready? Music!吵什么吵？翻译时间而已。谨守住！哎，你们都干什么了？哇塞！哇塞！我们喜欢。哎，难道你们感受不到这种阳气、爆发力和欢喜吗？不要！要我站在你旁边嘶吼？那谁看得到我呀？我跳起来都卖力高，哎，那就不是军旅游的了噻，就是做一旅游的了。哦，其实啊，我觉得摇滚可以保留，不过呢，要稍微的斯文内敛一点，比如英国的绅士摇滚风格。高端干什么？有些地气啊，差些沙子都听不懂。我们喜欢、啊、我反对，我英语不好啊，这样上台嘿，我就死死穿花城。
要不我们跳出英语的框框，尝试一下韩式花美男风格。哼，你是为了凸显我们当中这个谁谁谁不是花美男吗？哎，不会了不会了，韩式小清新啊现在最有人气了。 Would you be my girlfriend?五个女娃还是五个男娃，哪那么太娘了？你妹的身材那么短。我们喜欢，我们喜欢，我们喜欢，我们喜欢。我反对，我一个爷们儿，男人，四川叶璇府中著名鼓手，搞啥子韩国花美男嘛，装得很。我看了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亚洲与欧美的结合型乐队。一听就知道不是他们自己的东西，啊，别人的音乐，一般人岂止不服。我同意就有街坊邻居的发言，我们年轻有才华热爱音乐，但基本功有待提高，就应该走这种简单质朴且温暖的民谣风，歌曲呢都用自己的原创。一个音乐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是，反正我坚持，如果要组乐队，必须是原创民谣。可以融合一下的嘛，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，俊林也是很讲义气的嘛，不然他完全可以不带我们去啊，对不对？可以融合一下的嘛，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，俊林也是很讲义气的嘛，不然他完全可以不带我们去啊，对不对？不得了嘞，那舞蹈小的真有点丑多嘞。摇团体都要有点奉献精神，比如我问你，如果你有两套房子，愿你奉献一套给我们住吗？当然。如果你有两辆车，会奉献一台给我们开吗？抓对。如果你有两台笔记本电脑，会奉献一台给我们用吗？为什么不会？如果你有两部手机，会奉献一部给我们用吗？不，我不愿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真的有两部手机。真的，笑话的说起来了。这个时候啊。他脾气大，但缺心眼。他也不好惹，虽然个子小，不过男人味很浓哦。哎，这是个和事佬，是懂事的娃。对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这叔叔伯伯，那时候回去干活去，回去干活。放心走，放假了。哎，那个放了假，你们可以在屋头好好休假噻，跑起来凑热闹干啥子嘛？哎，休假不就是为了出来玩噻，多好了。我们是出来看热闹呢，很好玩噻。但是我们谈论就是音乐艺术，还那个乐队管理那些很专业的一些话题。啥子音乐艺术？音乐就是拿来玩的，这样子了。所以说，高起。究竟过了个
样，人没人病重。走。找工作，今天找着了，今天找着小姑娘，不是我女儿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不是我女友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不是我女友。三十年前找工作，今天找着了，今天找着小姑娘，不是我女友。可惜了，可惜了，不是我女友。可惜了，可惜了，不是我女友。三十年前搞音乐，今天搞音乐，今天搞成了好音乐，就是没着落。可惜了，可惜了，钱挣不着。可惜了，可惜了，睡也睡不着。老三，还是北京闯社会去吧。你们将摆脱困境，迎接新的人生。隐姓埋名啊！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你真的是三人乐队吗？还有第二个三人乐队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那就是真的。真的。那是你们为什么会参加这次的徐州音乐节？啊，我也是啊，我也是啊。徐州音乐节，你这玩意是什么乐器？对啊。是一个来自彝族的一个乐器，叫做弦子。这个哥哥，你是这个乐队的主唱吧？对，主教。我叫曲子涵。那你在乐队里主要擅长的是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乐器啊？我最擅长的其实是跳舞。跳舞啊？以前这个哥哥他弄的东西也很奇怪耶。这个叫什么东西？叫我前名小不点。啊，小不点。小不点哥哥，我十六了，你们呢？啊，跟我练的。啊，弟弟好啊。哥哥多多关照。那你的名字真的叫小不点啊？以前是这样叫的，不过自从见到你们五个点点点点点以后，我打算今天改名字叫大不点。有点老。啊，为什么老点？因为跟你们比起来我实在是太老了。我比较哦，还没说这个乐器呢。 对叫什么？这什么乐器？其实叫琴琴。啊，琴陕西那边的琴，是黄时候就有的琴。哦，我好像看到过这古代片名。对对，而且我发现他们这个 logo 很特别，是一个太极八卦阵。古时候三人的意思就是修行的人，就是和谐的意思啊。就我们希望自己也可以能与自然能这样和谐的相处，阴阳相生相克。那你弹一下。对，听一下这个音色是怎么样的。哎，有点像什么呢？有点像那个古筝啊。一片竹林。古筝。刘俊霖跟我介绍过说乐队没有键盘嘛，人声效果器。人声效果器，对。一般乐队都是有鼓、吉他、贝斯，嗯，就是合成器。就我们乐队就没有合成器嘛，所以没办法，我就被迫做了合成器这个。合成器。那给我们展示一下。咦，这不是那个吗？水滴是吧？对。泡泡爆掉。还有，我觉得一点也藏不了。我记得还有那个鸟叫。哇，像把射下来。哎呦，还会什么叫声？闭着眼睛。肯定不会学猪叫，或者什么青蛙放屁啊那之类的。我们要听青蛙放屁。青蛙放屁。青蛙放屁。
没有进来。